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环保。环保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一些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环境。地球被垃圾污染得很严重。我们可以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，比如塑料袋和塑料水瓶。我们可以带自己的购物袋和水瓶。其次，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或上班，而不是开车。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，又可以减少空气污染。还有，环保的产品很多，我们可以选择购买那些环保的产品或开电动车。最后，我们可以参加环保社团，参与环保活动。我们可以参加垃圾分类的活动，或者参加植树活动。参与这些活动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的环境，而且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环保。地球是我们的家，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家吧。